一名观众来欣赏你们的演唱指挥。一二三啊唱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上映着美丽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六十多遍都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我能证明小雨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试过，我脖子都快掐红了，也没弄出他那事儿来呀。我们不能参加学校合唱的比赛了，都怨你，都怨你。就是。行了行了，不是还有三天时间吗？小雨还可以练习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小雨非常的有潜力。嗯，真的？那当然。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像一名美国的歌唱家。谁啊？阿拉呀。嗯，哎，这家鸭子真不错，从哪家买的？下次还可以从哪买。我觉得有点咸。是吗？嗯。我觉得还行啊。嗯。嗯，小雨你怎么了？哼，估计是馋的。来。妈给块鸭脖子吃啊。嗯，小雨吃啊，吃哪补哪。我说又半疯了。这话管用，别提你心里想啊！是是是，哎，嗯，明天你教他唱个歌啊！啊，你的意思是我也为他牺牲一回啊？嗯。这个唱歌啊，那都是娱乐，但是歌唱就是艺术，艺术呢都是高雅的，高雅严肃的东西都一定要讲究，比如说从这个服装、设备，尤其是这个设备，对一个专业的歌唱家来说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咱们家这套设备就是非专业的，对我这种专业的嗓子来说，打击就是毁灭性的。我们都聊了仨钟头了，还没听他唱一句呢。我跟你说，他这叫做理论先行。小雨啊，如果理论不扎实的话，那歌你是唱不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你明白歌是怎么唱的了吗？拉不出屎来茅房。当然这也是理论的一部分。我还不能明白怎么唱。啊？难道你非让我给你做示范不成？行，我豁出去了，反正你妈也不在。你还别说。
我还从来没听过你爸唱歌呢。里头是山走来，春潮是我的盆栽。楼下谁家媳妇打老公呢？属于典型的澡堂子歌手啊！哎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有的人在哪唱歌都不好听，就在洗澡的时候，在澡堂里唱好听。我们正准备给小歌唱家表示祝贺呀，来，鼓掌！好，唱得特好！哎，来来来，你站在这儿，假装这是舞台，你再给我们唱一遍，好吗？来，给我们唱一遍。我什么呀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，你该给我们点艺术熏陶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再熏咱妈一次。对，你拿我当蟑螂啊，你熏我。只要小雨能唱得好，熏一次就熏一次嘛。好，帮我们大家都熏一次，来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妈给你起个头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一备唱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大声小船推我做饭，做饭去。我陪你来做饭。我上趟厕所去。我去你屋上趟厕所去。发愁呢？孩子高音老唱不上去。唱不是唱上去了吗？他不是又掉下来了吗？起码说明咱们小雨是具备这种实力的。哼，还实力呢？哎，你说你还有实力呢？嗯，就你的动静没把谁吓死。我告诉你，今儿我出门，居委会陈大妈拦着我，生生聊了仨钟头。他懂艺术，喜欢听我唱歌。人家说了，我要再打你，他就准备报警了。打个哪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真的，哎，我让你看一样东西啊，当当当当，看看这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脑筋急转弯。对，走。巧克力。答对了，加十分。咱看看上面的字。神奇，哎，我还真没听说过这牌子。当然啦，这是我用牙签刻上去的啦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这一块普通的巧克力被我用牙签刻上神奇二字以后，马上成了治疗紧张重拾信心的心理治疗药物。什么药啊？安眠药，不对，是安慰药。你呀、啊、你真行，你太有想象力了，你就准备骗孩子吧。这怎么是骗呀、啊、这真的管用，这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步骤。人孩子能信吗？孩子又不傻。那就得看你们是怎么配合我的了。我可跟你说啊，小雨最信任的人就是你。成吧，反正也想不出别的招。对。一从雪山走来，真是。你非让我报警了吗你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
馊主意，虽然看上去馊，但是就跟北京豆汁似的，闻着馊，喝着香，闻着都想吐，谁还喝呀？那就看你们俩的配合了。我问你，待会儿小雨一进门，你呀就把动静造大点，让你爸一听知道他回来了，你就去找你爸签名。成。妈啊，那您干什么呀？我。我给你爸献花啊。花。对，我得找个花，我是美眉呀。我哪里。小雨，你回来啦。去看看啊。嗨嗨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哎，喂，好。哦，对，花儿哥哥。哦，这给你的。多嘴。哦，小姐，你送的鲜花好好香啊。在饺子里当馅儿更香啊。真的。老大，这个菜啊。嫂嫂随妈妈给我带我带妈妈带了。这里。啊，搞什么呀，还没有贴完。继续忍耐。好了吗？差一点点就好了。是第一名，喊王老弟。哦，对了，啊，最近因为一直忙于拍片，在天上飞来飞去的，一直没有通知大家。这就是我新的艺名，以后你们有签家长姓名的时候，就请签我新的艺名，好。这边的观众好像不太热烈嘛。当然，可是我是谁呀？难道我们大家还合起伙来骗你？妈妈不会。爸，可是你昨天唱的。哦，昨天唱的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，但是，爸爸吃了神奇巧克力，唱的比他们好。哎，你把我的巧克力还给我。把我的巧克力。不要这样，巧克力。巧克力。咽了吗？咽了。神奇巧克力曾赐予我力量，把流星变成猴子。没什么变化啊。这个巧克力是只管唱歌不管骗人的啊。对，那你全给我吧。那不行，我得跟你妈妈商量一下。经过家庭董事会及董事长妈妈的批准，对，这些巧克力全都给你了。在你吃之前，我要单独给你传授咒语，你们俩不能听。在你在吃巧克力之前呀，一定要在心里念三遍咒语：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。记住了吗？遵命，吃下去喽。我买那种能把人变成猴子的。为弟弟牺牲一次怎么了？为弟弟牺牲一次怎么了？为弟弟牺牲一次怎么了？你们懂着我呀。哎，小雨，你就告诉我们吧，你现在怎么唱歌这么好啊？这是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女人的嘴太快。小雨，告诉我们吧，肯定保密。
你们可发誓啊。好，我们发誓。如果你们要骗我的话呀，就会像流星一样变成猴子。如果我要骗小雨的话，我们就变成猴子。那哼，想要把我变成猴子，我看是笨蛋巧克力。我先来两块菠萝，给你。啊，这就是神奇的巧克力呀？你没什么神奇的呀。哎呀，你们吃了会唱好高好高的音呢。骗你们干嘛呀？你们不信吃一块试试。怎么样，吃完了吗？看看啊，心里默念，再不这么开门。默念完了吗？那你们就开始唱吧，预备，开始。高，再高，再喊，再喊。高了，真高。高了吗？我没觉得呀。要不你们再吃一块？给我们了，那你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我枕头底下还好吃。啊！怎么了？流星。我不是鸭子，我不是鸭子，我不是鸭子，不是鸭子，我不是鸭子。怎么回事？你刘星，你回来弄得小雨又睡不着觉了。那我就再牺牲一次，把我说成鸭子。妈早就说过了，说你是唐老鸭、讨鸭、酱鸭、咸水鸭都不管用。那就只好等老爸的神奇巧克力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累死我了。原来那个商店卖没了啊！我围着北京城跑了大半圈才买的，跟原来差不多了。快点我对这巧克力，我去，我去，啊！我过敏。嗨，赶紧，那你就为孩子再牺牲一次吧。刘星，你拿毛巾，你给你把嘴堵上。特厉害吧？难受着呢吧？我去，哎呵，我去，你小点声，你快，你一会儿把孩子弄醒了，你。快，你们俩快起啊！来不及了。来，你爸的意思是说呀、咱们必须得赶紧抓紧，要不然一会儿小雨该醒了。你爸的意思是说呀，说咱们千万不能让小雨知道这个神奇巧克力是咱们造的。你爸的意思是说说小雨啊，咱们并不是为了骗他，咱们只是为了让他恢复自信，等他自信恢复以后呢，这个事儿也平静下来了，咱们再搞他真相啊，他不会恨咱们的。瞧你们是不是心有灵犀。你爸爸这个的这个意思比较复杂，我再听一遍。你爸的意思是说啊，小雨已经出来了，就站在咱们身后呢。
你爸爸呀，他巧克力过敏。嗯啊、那可是我擦脚的毛巾。啊！噗噗噗！阿恰，阿恰，哟，阿恰。你在做什么？